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哈在前天哈访问台湾，那我们看到在他还没有来访问台湾之前，中国就一直在恫吓打压哈。那也看到这个从今天中午开始哈，这个中国在台湾的周边的军事演习，那也让台湾的这个农产品、食品还有我们的水果没办法进到中国哈。我相信妈祖也看不下去哈。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台湾坚持我们的民主价值，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邦桥头天明宫啊，咱的天上圣庙嘛看袂到看袂起中国哈，一这个怕强大的美国，然后来欺负我们的台湾哈。其实我台湾全体的民众，我们是坚持民主价值的，所以我们绝对是会团结一致，那让台湾越来越强大，让台湾的人民能够对自己有信心，那国际的能见度也会越来越好。这边有一些农产品，还有一些食品加工厂。我昨天在这个田中的时候，就有一些饮料店、食品加工厂会受到影响哈。那当然我们的中央政府会针对这个部分会有一些配套措施。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市场全部压住在中国，我们会把这个市场向其他的国家来这个输出我们的这个好的一个农产品。台湾的农产品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哈，我们有好吃的水果，我们的加工品也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我们未来我们不会把市场全部一致压制压在这中国这边哈，我们会把市场向其他的国家这个来打开我们的国际市场。那中央这边应该会全面来这个支援我们的食品厂，还有我们的这个农民。新闻公台再现香火旺盛，三现罗汉众弟子合家平安修。来，咱比一个赞好不好？天门宫赞哦！天门宫赞！天门宫赞！哦，还佫一张无出啊！